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的频道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和分享哦。今天呢，我要和大家介绍全新的石头扫地机器人 Roblox Leo Max。这个号称长了眼睛的机器人，配有500万像素的双 I 摄像头，在物体识别和障碍物闪避的功能上更上一层楼。它的 I 摄像头可以识别鞋子、里座、宠物粪便、体重仪及其他家庭常见障碍物。配合高通骁龙八核心 Plus Leo Max， 在智能演算、建图、绘画、避障、脱困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这个新版本的 S Leo Max 的地图方面也有所提升，它可以自动识别多楼层的地图，自动载入然后清扫。我们可以分别编辑四张地图， Roblox Leo Max 的吸力为2500 pa， 水槽为297毫升，全新的电控技术精准地控制出水量，这样就可以让拖布保持适量的湿度。S 六 Max 也配有大容量电池5200毫安时，它可以续航180分钟。当然，它也支持低电量时自动回充。这次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等小编存多点钱再把它买回来实测，然后分享心得给大家。如果有厂商赞助那就更好了，嘿嘿。这个大概新台币20000的新款石头扫地机器人，你觉得值得买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